我刚消四种，然后想说四种而已，忘记了。好，这一次过了，进场就看就知道过了。这个队伍那么强，没有理由不过啊，对不对？五种嘛，对不对？新珠也算嘛，新珠也算啊，五种。可是像这个就解不了，很烦。不会填将，不会填将的队伍。玩那么久，第一次玩到不会天降的队伍，但是他给你15秒转珠，应该是可以转好转满的。好，直接把他带走吧。水屋打开，哎、欸，水屋要打开吗？这样子，转好转满。欸，好痒哦！这个游戏，这个好像是转珠练功夫哦，对不对，各位？不过它没有攻击珠的问题啊，因为每一个都是攻击珠。不过它有一个问题啊，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等一下啊！这个问题呢，就是他这个是条件式减伤，所以当他遇到那种先攻高伤的盾，你看先攻高伤他挡不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光珠不能消哦，各位。然后像这个的话就不用开，光珠不能消。你没有想到这个先攻高伤的问题吗？你们是不是没有想到？啊，不能点！笑死我了，妈的，习惯性叠珠。哦，这么多光哦，哇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炸掉好了，光珠炸掉，好不好？想叠珠不给叠啊！哦，这个伤害我觉得很猛哦。我刚刚都是在做效果啊，现在是正式来了，好不好？正式来了。特龟挡不住先攻高，对啊，那个就要带水油之类的那种减伤卡片。先攻高伤的盾，这一队比较危险，不然就是前一关可能要开水油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要习惯他的玩法，因为很多人都习惯叠珠，所以遇到这种不能守消的队伍，可能就是要习惯一下。不过像这个关卡啊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像他复活之后会变得很痛。那这个地方的话，因为我们有减伤 90%， 应该是不会痛的。我们这边直接来打，我们这边直接靠平砍过去了啊。其实这种队伍也不要太常玩了、啊，玩一玩都变智障，不会转珠。这边平砍的话，伤害应该可能直接带走，就算带不走也不会死。是无视减伤吗？哦，是无视减伤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当我没讲。其实我是想秀这个石 C 啊，我是刚刚好就看到这个版面，觉得非常的漂亮，就想说，敢吃石头也要起来转，好不好？他是无视减伤是不是？哦，但开了水屋平砍单张500万 ，OK 吗？这个理由 OK 吗？
王冠反强化盾，哎、欸，对吼，反强化盾怎么打？这边的话，哦，像这个队伍蛇夫特性太爽了，太爽了，有没有？爽到一个不行啊！打不死。记得5 C 啊，这边一定要5 C 啊。关掉。哎，这个好处就是呢，它不会天降。不会天降，但是天降的珠子会影响到我被打的伤害。四颗，还好不会死啊！这个减伤超高，减伤超高。嗯，没有消耗五种是不是 ？OK OK。负面工伤，负面工伤。平坦带走。我刚刚没有消耗五种哦，消耗四种是不是？消耗四种。干，这个玩起来很绑手绑脚的呢，操！看起来很强啊，是有点绑手绑脚的。就不能像那种特哥无脑转，你怎样玩艺术不？你怎样玩艺术不？不是不强，是要思考一下，不能无脑转。你们懂我意思吗？啊，不能叠珠干。这个一定要手消八哦，这个盾一定要手消八，因为不能叠珠。好哦，像这个地方，我想一下，下一关是，我想一下，哎，我都没有开到这个哎。啊，刚刚其实我们可以开附加消除啊，那个光珠那边我们可以，那个树母那边可以开附加消除，我怎么没开？奇怪。一二三，我们这边可以把它转满了，转满好不好？啊，记得要手消，这是手消。我留一颗，好了。好，这边的话23颗嘛，对不对？这对来说不能消强化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场面上也没强化，所以直接来就好了。先转一下珠子哦，1 2 3 4 5，好，算一下珠子，算好了之后呢直接来，好，15秒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啊，干啊，不，先转，反正有减伤，没事没事，有减伤。好，这个地方要怎么过呢？各位观众，神奇的来了啊、哦！好，五颗光，五颗火，五颗暗，五颗木，五颗光，五颗火，五颗暗，木，三颗星。来，光珠绿掉，光珠绿掉。
好，行。强化无视啊，你不要消耗水强化就好啦，你不要消耗水强化就好啦，你其他都兼具又没差。您知道我意思不？您听我意思不？你听有我意思不？手消，哎，结果幽助都没开到，直接减伤。哎，没有减伤哦，没有消耗无鼠是不是？我没消耗无鼠，算了。好，这样，这样有无鼠吗？好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这样就过了、啊。其实我中间吃石头是做效果啊。其实这个真的蛮强的、啊，只是你在转之前可能就要思考一下，然后要确认一下，如果你这回合有可能会死的话，确认一下版面上有没有巫鼠猪。如果没有巫鼠的话，那你就要开龙科之类的，不然就没有减伤了。不然就这样。